香港史上 No. 1卖座亚洲巨制天价再临，狮杀列车导演暑假班师回潮，强势杀入康城影展，逃出狮杀列车四年后，人类进入灭绝状态。姜栋元、李贞贤、末日领军，无间断人尸丧战，直逼感官极限。集啊！7月15日，狮杀半岛，港韩同步震撼。